选呢，我还没选呢。那你，嗯，小姨，我问你什个么事事情啊。啊？什么事情小姨，我问你个事啊。别叫我小姐姐。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我不叫你小姐姐，叫啥？叫大妈呀！大妈，我问你个事来。叫我宝贝。你恶不恶心，小姐？我不恶心，我看你是我图玩奶我打妈是饱吗？嗝屎吃多了你，还叫你宝贝儿呢，上来就这么恶心。我来一把。哎，怎么上来就是屎啊尿的呢？这样有不太好吧？你是不是在想屁纸啊，小姐？为什么不太好？我觉得没挺有，我好在的。想屁刺。这把打颗粒啊，我是你哥。打颗粒的话，我带个护甲。操！打我颗带粒，个，打颗粒好像有点吐了。我打个奶妈行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没问题好的，那我老板，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我菜的话，能不能先不骂，打完再骂？菜啊，你要菜的话，我啊。就换个小姐姐了。你这么菜的话，你还打啥游戏啊？你接聊天单不香吗？那我这把努力，然后呢？然后我坚就是我坚持不菜，坚持不在，那你为啥要接游戏单呢？你接聊天单，它不香吗？因为我想在游戏单里遇到一个人。遇到什么人？遇到我有个特别喜欢的人，哦，这么恶心！你玩个游戏还玩出幻觉来了？嗯，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一个帅哥，帅哥，看来是不是我的身份被暴露了？你原来知道我是一个帅哥，可以，小姐，看来你听声音都能听得出来一个人我帅觉不得帅。我就想遇到一个声音又好听，然后又帅的人，所以我想接游戏单，然后让他带着我一块打游戏。那你觉得我像是那种声音又好听、长得又帅的那一种吗？我觉得你声音挺好听，但是帅不帅我就不知道帅不帅啊？了。嗯，你觉得你自己帅吗？你觉得胡歌帅不帅？我觉得胡歌挺帅的，胡歌挺帅，我跟胡歌五五开。你跟胡歌五五开？怎么？你脸上扫了块疤是吗？小叶，你是不是有病？有病的话去挂一下脑科啊！真有病，建议去挂个脑科。我给你出个那个挂号费，好吧？来，多的不用说。哎，好吧。小姐姐是哪里的？我是武汉人，你是武汉人？你们那对，边下雪了没有？没有。没下雪吗？武汉不是北方吗？武汉是南方。武汉是南方吗？武汉应该是就是中间吧，应该不算南也不算北吧。就差不多中间吧。哦，你武汉我哪地里的？理没那么好，武汉。就江夏啦，哦，那挺好的，小怎姐姐。么了？挺没熟事，悉吗？没事，聊聊天嘛，这有啥的？啊？我经常在那边，我之前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干什么？搬砖啊？搬砖呢？哎，对，被你发现了，确实是搬砖啊，小姐，很好 现在的人怎么都？搬砖啊，抢我工作啊！A，很好，非常好，有。去擦个眼。马都没了，还敢嚣张？哦呦，可以马的，都可没以。了，还想嚣张？这边打野阿木木是吧？可以稳住。是的。
小姐姐今年多大了？我今年20。20岁啊。嗯。你呢？我今年的话，跟你差不多，小姐姐。你20岁。21。你现在是大学生吗？我没有大学生，我毕业了。你20岁就毕业了，你是中华小神童是不是？就读书读得早，智力比较高超，你知道吧？你读书读得早，你读什么专业的？是啊，小姐姐。我读护士的。哦，你读护士的，那你出来的话有干护士吗？嗯，没有。你出来怎么不干护士了？因为我以前觉得这个行业就很正义，救死扶伤嘛。然后就后来来讲讲，后来就是学完以后觉得也挺难的，然后一个人上夜班挺害怕的嘛，所以我就怕啥？怕鼻子咬着眼睛呢？哎，就是晚上值夜班挺害怕的。哎。A Q A， 我放错了。我看你是蚂蚁之大象，有劲使不上。这个你怎么绕口令说的就文言文说的那么好呢？还好吧，小姐。嗯，平时会听一些相声。小姐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听相声。哎，你喜欢？嗯。你平时也听相声吗？啊，开玩笑的。你平时喜欢干啥呀？我平时就打游戏啊，然后健健身啊这种。你还健身呢？健哪里啊，小姐？健身就健腿、健腰、健屁股。操！我这个手给他剁了。哎哎！好，谢谢。哎呦，我这补刀染美了。嗯，哎，能打了，可以啊。你平时会健健身呢？你健身是为了减肥、啊、是吧？一是为了减肥，你不要暴露嘛，就为了练自己的身材，你知道吧？你多重啊，小姐？要减肥？我110斤。那你多高啊？我1.7米啊。你1.7米110，你还减啥呀？这个身材，不是穿衣服显瘦，脱衣服有肉吗？这也要减啥肥呀、啊？啊？因为就是我大腿上有肉，然后脸上有肉，然后我就想减减肥嘛。那有点，你这个大腿、脸上都有肉，那太难了。婴儿肥就是很痛苦的，就你觉得自己不胖，但是别人他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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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交闪了，我就觉得急了，急。好，急了急了急了，能哟，急了急了急了，斯卡拉能过来吗？斯卡拉哟，急了急了急了，我靠，你是真下饭呢、啊、你我靠，这个打野为什么被单插了？这个皮为什么会如此下饭？可能他比我还菜。先把你马打下来。嗯，我溜了，我溜了。哎，老板，你会喜欢那种腿上有肉的小女孩吗？女孩子吗？腿上有肉，只要对，不是小腿有肉就行了。腿上有肉可以啊。嗯，哎，我们家打野怎么没打过呀？不是吧？我都把对面都打废了都，为什么还没打过？我是没想到啊。这打野建议出去玩人机。先回家一下。那还好，那我小腿上是瘦的，只是我的大腿有点胖。哎，那不用减，小姐，你说你的脸大，你的脸有多大呀？可能是个盘子吧。盘子脸，那太下饭了吧。我好。哎，那我问你，喜欢那种筷子腿的女生吗？哦，不喜欢，小姐。我不喜欢太瘦的，我喜欢有肉的，肉肉的挺好的。那你看我这样行吗？就盘子脸的。哦，那个脸大脸盘子不行啊，小姐。但是健身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脸健不下来啊，小姐。
可以的。脸怎么？要你隐藏，就是你一直得练啊，肯定有的减肥方法。我怕阿木木来抓我呀！阿木木急了，哎呦，急了，急了，急了，他急了。哟，急了，急了，急了，开大了，来。但是脸圆，你不觉得脸圆的女生显得年轻吗？就显得小啊！我操！急了，急了，急了！哎呀，笑死了！急了，急了！我一走我就一个大。baby， 我想勾，想舔我是吧？哦，想舔我，他急了，他急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秃了呀！他怎么还有大呀？可以啊！我们家打野为什么这么下饭呢？我们家打野为什么打不过他呀？操！这么真实吗？走吧，走吧，走吧！那还强呢！我操！走啊！我把阿木木的鸡都偷了，这个人都气息了。我们家打野还五级，我好，我没想到，怪不得这个斯卡纳这英雄没有人玩，原来这个英雄确实。不太厉害，这谁顶得住？哎，老板，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就是那种，哦，一点肉肉，然后身材蛮好的吧？我喜欢脸小一点。嗯，你是那种脸小的吗，小姐？哟，急了急了，还行吧，就嗯。就你那么比你就你手那么大吧，张开你的手掌。你这个人啊，你妈一杠三了都不还这么喜欢打架，我好过分了呀！你要这么玩的话，我就不跟你搞了。见面就打，我好完全不给发育。这把你下路是优势还是逆风呢，小姐？是顺风还是逆风？我觉得我是顺风，因为你很厉害，你带着我可以。为什么 ADC 拿了一个头，你没有拿头？吓死我了！给你加血，我要死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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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推线直接越塔，对不起。难受了，难受了。你可能没有了，如果你不回家，那你这一波必死，看你回不回舔到，那又能怎么样。老板，我给你形容一下我的这个身材啊，你要不要听？我就是那种就脸可能看起来有120的，但是躺就是胸看起来也有120斤，但是我的腰和肚子只有90斤，然后我的小腿看起来也只有90斤那种女生。你他妈在逗我？这都没死，操！我吐了。哎，这个逼为什么没死啊？哎呦，我吐了。哎呦，这个人为什么没死啊？但是我是有马甲线的，你信吗？你有马甲线呢？是的。没事，打完这把可以瞅一眼。嗯，小姐，其实我是一个，其实我，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不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工地搬砖的。我最近看上我们这个包工头那个的女儿，你能告诉我怎么样追一个女孩子吗？嗯，那就去表白啊。怎么样要怎么样表白才能让我的成功几率变成那个失败几率变成最低？教我一个方法。很好，他急了。嗯，就你先跟他讲啊，就是先博得他的好感，然后再慢慢的接触他，告诉他我喜欢你，跟他聊天，每天跟他聊，问他早上吃饭了吗，干饭了吗，就这、哎、没了，就这，你在对对，嗯，这个说的跟没说一样，然后就是关心他，女生都喜欢男生关心他呀。小心小心，长久以来人家就会发现、哦、这个男的是不是暗恋我。
我感觉你不太会聊天呢，小姐。我觉得你跟我说这个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啊，感觉。那你先告诉我，你这个老板的女儿哪里吸引你的呢？你在说什么？我听都听不懂。嗯。这把刀是我的最爱。操了个 DJ！我来了，我就不信这一波抓不了。这要死！他们有没有技能？他们有没有有没有技能？我来了，来看好我的位置，看好我的位置。对，我就死了，我好退一点。好，听说你哎，那就是我刚刚说直接去表白，这样几率你走啊，走啊，就最低呀、啊。哎，你咋回事？没闪了啊。也不是你没傻呀，你过来干啥呀？你离他远一点呢。这一波的话不应该啊，你怎么送了个头呢？错了、嗯，对不起。你这一波是什么意思啊？嗯，是我的错。老板在问你正经问题啊，小姐，你知道为什么他吸引我了吗、啊？因为他笑起来有苹果肌，懂不懂？我特别可爱迷人，懂不懂？有时候爱情就像尿急一样，挡都挡不住。好吧，哎，那怎么？那你这话的，用那安卓机的女生就不可爱了吗？摔死了，操！摔死了！他妈了，他妈！你急了，我操！哎，我怎么打不过这个？没事啊，而且老板，你会玩亚索吗？我怎么了？嗯，你这个风墙。给他挡住，把你爱情这段风给挡住、嗯、不行的话我们来个塞米拉学个 W 就挡住了。哦，还挡不住的话你这爱情的风再拿个喷身是吧？这谁顶得住啊？这个木木怎么打不死他？怎么打不动他呀？奇了怪了，我就要去帮一下了、嗯，你刚才有奶吗？你刚才有没有奶？你为什么不给我奶？我来了。刚没有奶。你刚为什么不奶我？阿木木前期给我都这么玩了，他还能起来呀？我好，好多技能。我溜了。妈的，我走了，走，要死。我吐了，这人出了啥呀？好肉。哎，那老哎，不然你有什么爱好吗？平时我爱好啊，我爱好平时的话、嗯、平时爱好像我们在工地上搬砖有啥爱好啊？爱好就赚钱养家算爱好吗？嗯，那你喜欢小动物吗？小动物啊，我都自己都养不活了还养小动物啊。啊，你吃什么？狗吃什么是吧？小动物吃什么？视野、嗯、小姐那么坐一下。那最近搬砖怎么样了？啥搬砖怎么样？搬砖就这么搬呗。搬砖怎么样？搬砖练就了我八块腹肌，但是确实有强身健体的功效。那我能看一下你的八块腹肌吗？还可以，我来了。哎，就这个逼，他还能双杀，哇好，你在逗我？就这克烈、哎、居然可以双杀，二杠五的克烈，把我们家 ADC 和打野双杀了，是什么意思？嗯。我打不过呀！稳住，我来 carry。嗯嗯。好的。能来我吗？能。来我。没来上。你感觉啊？操你！哇！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放沉默呢，小野？可以，问题不大。我沉默了。
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放沉默呢，小野？啊，你给 我没放，你给我打这了，我靠！我给你搞了个 W 没有反应到我的 W 没有好，然后我去搞了个 E 的时候你就死了。你应该先放个 E 了，讲道理。你的奶妈比我玩的还差呀。嗯。我平常都玩猫咪。好玩。你平时玩猫咪，你这一把怎么不玩猫咪啊？啊。可好，没有猫咪。来我，来我。来我。马上。嗯，奶量不是特别足，小心一点。你再不跑，你人没了。我死。可以，对面会玩的。不行啊，我死太快了。一波无解 AOE， 这墙上漂亮，这墙射的好。操！感觉不太好赢，对吧？嗯。那我下一把玩猫咪呗。你不是说你这个号没有猫咪吗？我去买一个。哦，可以。行。来了。这咋打呀？这怎么打呀？这你说怎么打呀？来我。对，没奶了，没奶了。哇好，哇吓死我了，有点费劲，我打的我都热了，我吐了。能来我吗，小野？能。这都没死，我是你哥。对，小心。你是啥意思啊？你他妈还想反？我来了，拿我！我就一直盯着你奶。这个人什么装备啊？怎么这么弱？我操！奶我！来了。溜了。黑切可以买了呀，黑切我好。我吐了。黑切来了。等下打几团来，我只奶你一个人。啊，我没有钱啊。你没钱呢，你别急，你煮 W 的还是煮什么呢？煮 W 呀。你为什么？买多了，买错了。往后走一点。漂亮！伊泽瑞尔有大，我得注意一点。小龙没了呀？等下他们四条小龙了呀？小龙没了呀？怎么办？一泽去中路了。哎，老板，你喜欢就是游戏打得好的女孩子吗？那谁不喜欢？那肯定喜欢。那我们这种游戏菜的女生怎么办？那就其他方面弥补呗。比如呢？啊，长得好看，比如长得好看呢，啊，会聊天呢，有情商呢，这都是啊。那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属于长得好看又有情商的人。我，哦，你这聊天感觉不太会聊啊。碰到帅哥，像你这种，像碰到你这种声音好听的
帅哥，那我的情商可能就有点低了。嗯，没事，这把有机会可以大龙插个眼。你插眼吧，插眼吧。嗯。而且只有那种有眼光的男生才能看出来我是个美女。你是美女啊，你说多说无益啊，打完这把发张照片看看是不是真的，对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再说，我这把还是有机会可以赢的，但是吃个药得插个眼，视野不是特别好。我笔记上都是我自己照片，没有去看吗？你有没有看到吗？嗯，插个眼，插个眼。看哪？啊，行。嗯，操了个爹。嗯。小心，小心。我觉得这一波建议别打。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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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三个打我一个，我想跑，撞了逼，他妈的还想跑，撞了逼还想跑。老板，你是哪里人啊？我是哪里的？我是，操！我他妈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伤害这么高啊？操！他关键。把大就留给咱们，留给我，我靠！关键你们还打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有二，你们还打不过他们呀？我靠！没看懂。嗯。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咋了，小姐？我说你是哪的呀？你要不就是最近搬砖挺累的，你要不在我们家旁边来搬砖？搬砖还分哪里吗？搬砖肯定离家一点近。不用打车呀，我是合肥的。那你离我家近，我能请你吃饭呀。请我吃，不需要，不需要，小姐。嗯，是吗？我还想分你一下我的每天吃的10块钱的盒饭呢。你在家里住还是在哪住啊？没有，我在外面，我现在没有在武汉。你在哪里啊？我在苏州。你在苏州干啥呀？我在苏州上班啊。你在苏州上班呢？打工人。上什么班呢？打工人，打工魂。我在跟朋友一起做点事情，做一个工作室，然后。做什么工作室啊？然后就是女生卖卖衣服呀，然后做做指甲呀那种。小的那种工作室。来你，来你。那你来我呀。没在，没在，没在，我在跟这个打野。哎呀，太肥了，你们是啥也不会干。我发现你们是一点用没有，就唯独杀了两个人还是我杀的，一个干不死。我操，这把输了也好，输得好，太好了。点了点了，一个杀不死。嗯，蛮王都死了，蛮王都死了，我吐了。老板的心态不要崩啊，我吐了，我。嗯，下一把，下一把。嗯。给我打热了，把外套脱了。哎，不行，我操。嗯。然后我不是做工作嘛，做的不太好，今年不是都不行嘛，然后我就过来兼职做个陪玩嘛。等一下啊，行，那你加一下我的好友吧，我看看。嗯，看看我的照片吗？啊。嗯。看看。好的。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好的，嗯，啊，同意一下。那看了我的照片，是不是可以不生气了？这把也挺怪我坑的。
那你去加我看看呗。啊，瞅一眼。我加了。嗯、看了。嗯。好的。那我发给你。行，可以。他不要说我长得丑啊。老板，你看到了吗？这是你啊，你长得好像那个，你长得好像那个猪猪侠，你像个那个什么、嗯、什么什么脸胖胖的啊，看看你的全身呗，看看你的全身照看看。嗯，好吧，我的全身啊，对，看看你的全身照看看。嗯啊，长得挺好看的呀，觉得脸圆起来有福气啊，感觉挺好的。那肯定。嗯，你在苏州跟闺蜜合伙开服装店是吧？对啊。哦。嗯，挺好看的，有全身照吗？哎，有，我给你发。我刚找了一下。兄弟们，打开你们比心 APP 啊，给这个比心小姐姐点一波小小的关注，可不可以啊，兄弟们？可以吧？比心 ID 31503789，打开比心 APP 关注一下啊，兄弟们，关注走一波，不走永久关播。进个英雄，关注点一波啊，进个吸血鬼。这个身材挺好的呀，感觉挺不错的，不看脸都挺好的。你这大腿不用剪了，我觉得你这大腿刚刚好，你这还粗啊，你这个黄头发一看就是网图小姐。没有啊，黄头发因为我发色经常换，然后这个黑头发是黄头发之前的，然后现在黄头发是染成紫色了，然后褪色褪成黄的，因为我然后又黑头发长出来、嗯、我又染成黑的了。这身材可以啊，你这身材不用去。女生嘛换头发就比较勤快。啊，不用去搞了。